朵花名字叫曼陀罗，带有毒性，只要接触皮肤就有可能中毒。啊！神奇的植物都藏哪儿去了？照片也拍好了，咱们回去吧。陆西西，看这里！啊！往那儿跑，赶紧躲到后面。那头野猪一直在附近，无法营救陆西西。快躲好，森娜！在这儿呢。